老公缺席旅行，人机却做好安全措施。我想知道，就是这些老公没有跟着去，他们要带些什么东西？他带一个他成年的啦，都没洗的棉被，有味道，有味道啦，有味道。是要带贝贝出屋，我一定要带。我有时候还会带电毯，他还带电毯都。我会带电脑，我会带十字架，十字架我就会挂在那个床头的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是跟闺蜜的，没有全部。都要去跟闺蜜，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